大家好，我是张叔，好久不见哈，真是想念，这里有个大年了。昨天跟弟弟两个呢，在云南的团里，没得说回去啊，走亲戚啊，访友啊，结果遇到个非常时期的。我三十天下午我在幺妹儿耍，结果就没走脱了，没办法的嘛。这些幺妹儿呢，她是生怕我吃不到好的，一天天给我整到肥滚滚的，又长了几斤膘了。你看嘛，今天晚上又整来整呢，回锅肉一个，鸡蛋的一个，香肠一个，再清蒸鱼一个，这儿喊我把饭煮起，懂得起的才搞。煮饭。这个饭也煮好了，鱼也洗好了。这个是今天是我在超市里头去采购的哈，反正备了点粮嘛。这条鱼儿50多块钱，因为啥子嘛？幺妹儿吃鱼呢，把那个刺卡到。买这个鱼儿是只一根脆骨的，等会儿烧点开水呢，把高头这个鱼鳞它拿来弄了，今天晚上拿来清蒸。这儿呢，马上烧水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水烧起，鸡蛋跟我香菜是蒸起。这个鸡蛋里头呢，我倒了一瓶牛奶哈，土鸡蛋3只，放了点盐巴，把它烤成啥子泥，蒸着很好有营养。这个香肠呢，蒸着吃起更扎口，腰子那么子切的那种短节节，晓得吗？巴适，点火。嘿，水开了，烫鱼喽。现在这个盔甲都没烫好，好来刀还不好抠的。拿刀来，这个鱼呢，那个刀呢是搞不得碎，只靠我这个大力金刚掌嘛，是无敌金刚掌哦，慢慢子去抠，把这的三方的，还有最底下的。那个鳞片跟它抠个，但是弄那个鱼的时候真的要小心了，我手应该是还没有流血哈，看嘛，就是那种鱼鳞，帮着你。这儿鱼呢，香肠呢，鸡蛋呢都蒸起的哈，把海椒切个，那儿勒，巴适嘛。未必吃得不香啊，对不对？这个盘盘有点小，鱼儿那是蒸好了的，放在那个老板那里海鲜汁、葱丝、姜丝，这儿就等锅里这个油呢好了，这儿的油姜起来，这儿的油呢，再爆个肥个肉，就开枪妈妈了，后面看到嘛？口水来了哟！哥们儿，先碗筷啊，把个肥肉都吃完了。这个肉呢，多肥！这段时间呢，又吃了酱起了，穿了这么多油，海椒肥锅嘛，这个先油小点的个，再放点豆瓣酱。吃完了，来吧，后面过大年了，算是敬大家哈，我整一扎实一口哈。看到谁的哈？其实不是酒的，矿泉水瓶装的。他们呢，都不整那种，他们要整有颜色的，光自己倒哦，嘎。哦，倒起走。哎呀，这个香肠，
哎呀，这个天吃了点香肠一吃，那就有个香，不瞒你们说，再这一口嘛来，好吃成双哈。巴适的办了，老王，这个才是精华，我跟你讲嘛，不累的哈，不跟你们讲啥子哈，这是精，脆骨，爱得很。脆生生的哦。今儿搞完喽，来吧，蒸蛋、牛奶、蒸个鸡蛋，拌点饭哈。叶儿童，走快点哈，我吃饭了哈，朋友们，拜拜了。